你们俩这做事现在好，今天是芹菜庄为你们俩买的，可好了，又嫩又好。我就要吃芹菜了。来，盛东西的。我也不一样吃芹菜，芹菜塞牙。那你的？他都不吃，我也不吃，然后肉糕。小妹，你是不吃啊？你是不吃啊？吃个肉，吃呀！吃什么呀？天天吃点饭，挑担拣刺的。谁让你吃的啊？不是不吃吗？我怕他们家饿死了。你可吃，可吃，可吃，快吃！怕你没上火，跟你黄素搭配一个脸，还不吃？你扔几个？别吃！你干嘛来？出来干嘛来？啊？小孩不吃，你也不吃，你再都不吃，你再都不吃，我亲打你一天到晚的。可吃了？还吃了？下次还挑是吧？啊，挑不挑了？下次还挑了？你说哪个的？我说你不知道吧？说你的。那你说他，那你说我干啥呀？你也挑，你再都挑。你俩人下次要不让吃饭，你给我滚出去。你不让吃，你滚出去啊！不带小孩吃荤素搭配，哎，净挑点好的吃，是不是好的？多吃蔬菜就好。你俩你不吃，你又影响我生活，知道不？出去！你俩都出去，去！你也去，你也出去。三个站那里，来，都吃过的来。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来吃来，过来讲话，行？你要过来讲吗？快吃了。你杀鸡儆猴，我也不能这样吧？你是什么？啊，鸡还是猴？就说你们快吃，不吃都滚。你可吃、啊、吃青菜，一天到晚吃人气，吃点饭气我牙痒痒的。哎，下次不弄你吃啊，就炒咸菜给你们吃喝稀饭，吃点好的挑三拣四。下次谁再敢试试，把你脸都糊歪了。啊，抽个梦，可是快拿来给我，快拿来给我，这不像治疗你们几个，吃素菜，青菜是什么？